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弥勒尊佛，感谢天恩师德，祖师王子、师尊母亲老大人、大恩大德普照，更加感恩龙天护法，如比予咱永安大家搁再相聚一堂啊。那么咱永安要继续来讲解弥勒救苦真经，啊，用这首偈。就是妄量邪魔化为尘，啥叫妄量呢？妄量就是无形体的精灵，伊无形体。啊，伫阿含经内底有甲讲，阿含经伊甲写讲，这个、精灵，伊居住伫每一角落，咱的触体，唔管城市也好，庄稼也好。啊，是讲即个什么部落，或者是迄个山边、水边、海边，拢总有伊存在。但是伊无形体，咱看袂着。啊，伊会害咱袂？伊袂害咱，因为咱阿弥无完寿啦，伊袂害咱。啊，即、这个妄量邪魔化为尘，即、这个尘就是讲化作尘埃，就是讲袂来接近咱。啊，要如何才会好？妄量邪魔未来近咱的心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日至心上持念，一切邪魔不近心。咱大家理解无？这部弥勒救苦真经，就是老母降下的大藏经，就是那是其他哦，迄个佛教有一本大藏经哦，我那先保安，咱个浓缩。啊，做一个弥勒救苦真经，也就是咱大藏经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一切邪魔不近身。好，那么今仔日伊这个妄量甲邪魔，并唔是啥物妖魔鬼怪，唔是讲披魔戴角啦，啥物妖魔鬼怪，其实就是咱内心的心魔啦，就是咱内心的。诶，迄个作祟，心魔的作祟，所以咱这条菩提道，才会感觉有所障碍。咱行得会未顺，互相阻碍，社会也好，种种也好，诶，介侪障碍，就是因为咱的内魔。啊，啥啊？这雷魔，雷魔就咱一般讲的三毒啊，三毒啦、啊，三毒啥啊？大家要记一辈。贪嗔痴，伫咱内心，伊时时刻刻。时时刻刻都有咧起心动念，但是他很细微。哦，你讲叫咱来抬人放火啦，还是讲来安怎这惊天动地代志，咱修行人咱未做。但是迄个细微的，咱无感觉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会累积。因为咱来贪嗔痴，伫咱来。三毒，伊个起心动念虽是先好，虽然是讲，予咱无感觉，但是咱多生累劫以来的累积，明德须弥，须弥在须弥山，就是讲，伊累积开，虽然咱看袂到，但累积开会比像山遐高，伊累积开会亲像海遐深，人讲山高海深。啊，因为累积了灵种性德，就是讲会妨害到咱这条菩提路，变成一种障碍。这个叫做心魔，这就是咱的内魔。但是外壳就是在外在，外壳就是外在的物件，外在的物件
就是靠经验识。一个修行人是不是有真修实练脚踏实地无？还是要经过考验。所以院长大人，他敢自卑哈，院长大人敢自卑。院长大人就是咱常咧讲科技院长，咱的迄个院长大人，伊咧做这手机，就是咧鼓励咱修行的人，咱做回来读一遍哈，做回来读一遍来，一二三。真道真课固然矣。为什么真道爱真课？不是上天故意要课难，啊，毋过因为要定品位，咱是咪定来讲九品年代，有九品年代，所以每一个人伊对道场的投入，伊修行的境界，每一个人拢不共款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经过考验，分出伊的关格，叫定品位。这两天啊，我去大城哦，大城一间西点面包，或者建兴，建兴西点面包，嚯、哦，伊外口拢玻璃，啊，搭足侪红纸，我来甲看哦，那红纸在写啥？写高考甲普考。两人拢及格，就是讲通过高考甲普考，安尼有搞无？咱大家咧考袂到，因两人拢掉，因两人拢掉，真好。啊，即卖迄议员啊，即卖在选举啊，议员啊，代表啦、啊，大家都甲搭哦，规日在红光光，安尼有欢喜无？足欢喜！我请问大家，人生？最高的荣誉四字，和拄仔有关的，恁想看吗？这四字啊，有人知无？有人讲得出来无？来，举手讲一下来。拍破啊！人生最崇高的荣誉就是金榜题名时，那个金榜题名时，那个欢喜，那一种荣耀。但是俗人敢讲，它不是一时，也不是一世，是千秋万世。为什么来敢讲啊？因为咱欢喜。考到，当然咱高考、普考也好，考到了，咱可以什么生活无问题啊？要食头路无问题，政府给咱安排，互你荣华富贵是一时甲一时哦。但是咱今仔日的金榜题名，就是用咱修行，然后如果来当成道的话，它是千秋万世，永垂不朽。皆大都生生世世的荣誉，所以人生最崇高的荣誉，金榜题名时的是德行天上，名流人间，这是千秋万世啊！咱世俗常咧讲一句话讲啊，讲生三个状元囝，确实生一个什么囝啊？生三个状元囝，三个一个就不得了，唔是三个就已经荣华富贵，一世人拢免烦恼。但是确实生一个啥？对，大家互相拍鼓啊！一个，生三个状元囝，确实生一个
修行子，食菜子，因为一个人修行成就了九贤七祖尽超生，你金榜题名是第一名一心，第一名的是大人的对，啊，第一名的无子，但是你无法度连带到九贤七祖，而且这个是一时的尔，一世人的代志。咱的金榜题名是得。德行天上，名流人间，九贤做锦霄星，这个才是最高的荣誉，这个才叫金榜题名时。咱大家有信心无？有啦，金榜题名，大家拢介欢喜，拢介欢喜。但是，师尊佫甲咱讲一句话：，咱伫道场内底，咱伫这个道场难免有介侪人事问题。种种的因缘，因为安尼小夸代志来离开道场的，有无？我来，师尊安讲，人生可以输掉一切，咱人生打拢会使输，干那袂使输的仗，就是咱法身慧命，不能输掉法身慧命。咱的失去咱的发心慧命，拢什么原因？因为一件事，一个团体内底，因为一件事，因为一句话，一时的坚持，造成终身遗憾。你看会未？会哦。什么叫做一件事？一件事就是讲，一件事一定有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款。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见解，我有我的想法。咱修行人一定要有包容无同款声音的素养。若无的话，我爱讲，这个团体绝对定乱糟糟。啊，乱糟糟怎？你卖，我去到我就卖来安尼尔。咱这道场也无变强的，我就卖来安尼尔。啊，卖来一句卖来，生出了什么人？咱家想看卖，是道场对不起咱，还是道对不起咱？拢毋是家己对不起家己，毋是干呐对不起家己尔，包括对不起咱的救援制度，不能因为一件事来失掉法身慧命，更不能因为一句话，人多嘴杂，人若多，话一定多。不能因为一句话我都放弃了。佛经里有一首经是这样写，说这嘴咱这个嘴最厉害，人说心坏没人知道，嘴坏了所以佛经讲过，地上毒归毒，口中毒更毒，善人不见慧，命中对恶道。地上的毒就是啥？咱嘴药啊，无嘴药啊，迄算毒嘞，迄算毒。但是伫佛的眼光内底，迄还阁毋是上毒，上毒的这个嘴，口中的毒更毒。为什么这个嘴上毒？这个嘴讲话成了瞎子啊！对方已经可以万箭穿心啦，你嘛要洋洋得意啊！你万箭穿心了，这个嘴伤着的会老花未？未老花呢？善人不见花，对方已经可以，因为你一句话，已经可以害死啊！害死人，那免念佛。啊，这边啊，到尾啊，命中对恶道，这个、人命中一定对得这三恶道。你想讲咱自己哦，咱每一个人自己来讲偌济话，啊，要讲话哦，一定要先三思而后行啊。这句话讲出来，亲像瞎子瞎嘴的眼光，
钱写出来还阁收会转来袂？覆水难收啦，敢若水平落吼，你收要收，无多收啊，哦，所以不能因为一句话，哦，啊，因为咱拢受着一句话，啊嘛从要离开道场的嘛足多啦。我常咧讲吼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啊，人甲人的中间的冲突，往往唔是伊的内容哦。不是他的内容，啊，无以上两字。两个人的冲突，唔是讲话内容，口气。我忍袂调啦，我冻袂调啦，啊，大家啊坐着瞧啦，啊，器官嘛，喜欢口气，喜欢口气出来了开始冲突，并不是内容的问题。是口气的问题，所以讲话是一种艺术，是种艺术的。那一个公司的主管，啊，发薪水的时候，人头家加一包红包给伊，伤金啦，啊，侬欢喜无？食头路拢上欢喜就是安。回来啊，伊是暗算要和太太共同来分享，啊，这一份的喜悦。一回来而已，太太，我回来啊，那回来就回来，你稀罕了，哦，内底声噪就不好啊，啊，回来是你稀罕啥？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你清明啊，无看到我咧煮饭伊，嗯，只要一分钟就好，只要一分钟，我卖煮了，啊，我休困是要食你的骨头，嗯，你甲看啦。这先生伊是抱着偌欢喜的心情，要来和你共同分享他这一份的喜悦，对不对？啊，惨！你看面对啊，嘿啊，准你这包摕出来未啦？啊，见到，见到，这包你还阁摕出来未？我爱讲困到脑损，无啊啦！这是讲话敏感，这是敏敏感。人家会晓讲话，查某人哦是安怎讲？你认知？迄暗面先生讲：“太太，咱用来食红烧，来煮红烧鱼啊。”太太讲：“好啊，好喜欢啊，好久用介久无食，用来煮红烧鱼哦，我赶紧来买，哦，就真勤快，哪赶就出去买，啊买入来了讲，老公。”老公，孩子喜欢吃你烧的红烧鱼，啊，有老公的无？用要吃红烧鱼，这太太赶紧来买，等来讲老公，提提我囡仔，讲囡仔爱吃你煮的，天道，做爸爸做事。这是讲话迄、那个开口，是咪安尼？啊，一注意感官，一是咪煮了会过时啊？哪煮哪过时啊？因为规个店拢爱食我煮的，安尼，啊，伊唔知我加一句话，你还做事啊？即若讲，我等下想讲，我来做熟人哦，这查甫人就惨啊！特别我七甲八笑啊！咱道场嘛同款咯，宗教哪同款呢？迄一个张教授去参加基督教的迄、基督教，啊，同安尼有诶欠些无来，阿姨也无来，我无，牧师就敲电话呀，张教授，你这个礼拜没有来做礼拜哦，兄弟姐妹好想你哦，跟我一样。哦，兄弟姐妹，好想你哦！你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哦。嗯，会来会，一定去。下礼拜有机会，佮袂记起，唔是袂记，不是刻意忘记，无闲人去。电话过来啊，张教授，今嘛唔是兄弟姐妹好想你，是上帝好想你。
往上帝来压啊！上帝好想你啊！啊，潘姐，我真正无用，唔是我无爱，我真正安怎奈无用呢？没有关系，上帝会原谅你，只要来忏悔就好。那道理是不是那安呢？这一句话呢？一句话有奈杀人，一句话有奈影响内底。反正这一句，这一句嘴啊，也是千变万化，看你安怎搞运用啊。所以，师尊在讲，不能因为一件事或一句话，更糟糕的是一时的情绪了。情绪，那要讲较现代的讲话，就讲起毛子啦，起毛子袂僵啦，我起毛歹啦。捌安尼讲唔捌？我的起毛袂僵啦，袂愿意啊啦，安怎？我常常听到这句话，啊，我拢安想讲。你即马是伫暗晒，暗啥物人晒圣地？你是伫暗上帝晒圣地，还是伫暗弥陀佛晒圣地？你自己对不起自己，你自己唔是干对不起家己尔，含你的救援之作，都是因为你一时的情绪，所以佛陀佫有一句给你讲鼓励。先就讲讲，别意。不求生眠，生眠则怨恨加深，是故诸佛所教以别意为消业。这两项重要，什么叫别意？往冤枉啦，我都无影安啦，啊，是讲因为种种的因缘，这叫别意，我就不爽快，这是情绪化，我的情绪无好，起毛歹啦，起毛袂僵安就对啦，叫做别意。不求生民，咱如果那是讲红冤枉安，大家听到用冤枉着，咱是毋是拢会要辩解？一般啦，拢会辩解。毋是我，也是讲这件事安怎会辩解？你如辩解，生民则怨恨加深。如辩，大家必冤枉未？本来真代志无啥物代志哦，啊，因为辩解落到底。大家要辩解的，你唔输我嘛唔输，这烧钱嘛输，烧怕嘛你啊，嘿，叫你唔要辩，声明就是辩解，一直辩，你辩解的，是故诸佛讲教，佛祖讲教，以百亿虽然拢冤枉，你甲当作消业，安尼咱有放下无？为什么来消业？前那人袂玩弄别人，会玩弄我。这就是咱前三生子一定有拄当嘛。啊，所以拄到的是你把别意当作消我的业力，那呢是心里更加痛快。讲安对不对？啊，是得爱变个定。迄个烧钱个辛苦呢，烧钱暗管更加条呢。好啦，啊，拢你自然啦。啊，钱也是安怎？你是给啥等？啊，技术我是去安怎？我是去生气啥？所以佛祖大人讲，唔好烧钱，钱也技术，你个动作玩弄就是消业。哦，咱若想法的是，这做正港的修行人，因为放下就拢无代志啊嘛，就是放不下。我这一口气咽不下去。迄、那个咽不下去，见死啊！有见死无？吞下咽就见死啊！先都敢讲，讲哪有逆着吼？甲吞落来啊，这就消业，哪呢就不代志啊？介侪代志哦，就是拢超袂得，超袂得。有情无情去根基，啥子根基呢？啥子根基？这我先来讲这啥个根基啦哈。当时迄个李先祖，李法律师啦哈，李先祖，伊为着讲要传这大道，但是伊是要暗调良缘，想讲来试看世间的人，
什么人特地到我的土地会当来修行安尼？爱用一个，用一个就是点石成金，点石成金呐、啊。啊，点嘞哦，遐石头啊拢变金啊。啊，是咪跟着过路的人，伊正要试看过路的人心态如何。那会当做个土地，伊就要甲修改做地。你也看，大家过啊，拢会大粒的先建，大地先建，一直建建建到尾啊，剩一个。做了，咱明仔伫遐看。啊，李华律师，你先做想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人袂贪心。迄金仔呢，伊无爱，伊甲问讲，啊，人大家都拢客，你太拢无爱客，你搁咱明仔伫遐看。伊讲唔买，我无爱遐金啊，我要你去枕头啊。吼吼吼！因为伊看伊枕头比的拢比金啊，安尼是遐石头啊较重要，还是这個，还是这枕头较重要？这枕头对不对？讲哇，要搁较贪。伊讲世间吼，无一个多一个，无法度，或者没法度。含金先做，就看我无多人。我含金要买给你，你都爱我这个镜头。所以有情无情是根基。什么叫做有情？什么叫做无情？有情得上合理的要求，合理的要求叫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叫什么？叫磨练。我先来讲啥叫有情了哈。咱用咱捌看到的就好吼。咱咧训练钢丝的时，当时为零开始，拢总要一般的道金。因今日已经领到钢丝的执照，咱拢看伊成功的一面，对不对？你有迄个想讲，因为零开始刚领到迄张钢丝的执照的时，伊食偌济咸酸苦涩，迄个逼起来呢？我叫着讲，无人，哎，着你，爱去你讲啊，目屎流，目屎滴咧，爱叫呢，爱咪呢，咪看，卖看着我，卖叫着我，上好，啊，敢有可能？虽然这是一种磨练，但是这不是磨练，这是一种训练。你无按咱套今仔日贵下讲师，这个叫做友情。啊，啥都无情。啥都无情，咱儒家有一句话讲哦，讲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恶。讲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恶劳苦功，恶其体乎？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空乏其身，就用个折磨到无半项，好腰关个筋骨个操，好食苦，好打项无半项，因为就是要考验讲这人是不是能担当大任。伊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要降大任无伊。一定要有经过相当的考验，或者恶劳苦功，行拂乱其所为。你要行东，也要往西。你想要安尼做，我天天在变啊，拢含你想的无同款。我们今天的一贯道能走到现在，而且会当开往万国九州。爱感谢非常的多的人，咱无多一直感谢，但是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咱一定爱提出来讲。第一个就是咱的潘道长，潘道长若毋是潘道长牺牲身家性命，到到迄阵就谢谢所干啦，落幕，就无啊，就无延续一贯道啊。所以潘道长。咱大家拍波较紧。
看得见。搁一个，就是咱的妙吉大帝，台湾开封的第一人，就是咱的陈文祥老前人，咱拢讲师娘，师娘啦，伊就是台湾开封的第一人。你敢知影？伊是一个名医呢，迄伫大陆，伫上海，迄是飞黄腾达。迄陆军中央院长呢，伫迄个迄个上海做军医院长呢。啊，因为方便来台湾开放，伊台湾人啊，啊台湾本来拢是日本时代，台湾民国34年光复了后，了后就派过来啊。一开啊，一个台湾人，所以是开放台湾的第一人。啊，你敢知影当时的官客偌严？啊，阮还阁走有到的呢，卡袂到，要甲你关，卡袂到，去定去敲。啊，你甲想讲，伊代表台湾的代表性的人物，你也看伊偌艰苦。迄伫屏东迄个万丹，吼、哦，潮州迄个万丹呐，伫万丹出口。带你开班哦，从安尼开班，入来警备总部的人，人去密报，啊，警备总部的人入来，总往迄顶迄个黑布啊，总伊头壳砍的，总个压出去，嘛唔知要甲压一堆啦，迄种死冤冤啦，迄款的拢罪拢足重的，折磨，拢青拢，伊只喙齿拢假呢，迄喙齿拢卡卡无半支。啊！你心门的时候，脚掌结冰，伊唔晓得结伊啊，结冰，脚跨冰，脚冰，身躯啊结冰。你甲想讲，看你会当冻偌久？啊！即马轮流甲你问，一个问了，什么名？陈文祥，几岁？哦，迄种50岁。啊！你创啥？啊！的什么话？安怎？即马即个问，过来。什么名？几岁？重复一直问，你甲想讲，恁一个人倒呀，吃香喝辣啊！啊，我坐到这皮皮喘，皮皮喘，皮皮喘，啊，无得灌醉。啊，伊也听孙女你讲，讲真可怜呐、啊，逼得解散一贯道。所以咱宝光啊，咱宝光哦，咱宝光就是孙女领导这线。本来是树头啊，到尾个变树枝。为什么要变树枝？他命令逼伊讲解散一贯道，伊无大，伊台湾的领导人啊，伊当上瞩目的。结果伊迄阵宣布一贯道解散，咱北左线继续咧办，无影响，继续咧办。所以咱曝光，咱曝光即。这线都慢，其他的左线慢超23年，包括开封慢超23年。咱第一个开封就是去泰国，去泰国的时候人已经开封20年啊。咱到多第一摆要出国开封，啊欢喜个，啊是，苏宁是有话无得讲，人讲打落猛牙河血吞，就是，所以咱爱感谢就讲前人重视。后人乘凉，因过去的牺牲奉献，咱到今仔日，咱到今仔日啦，来享受这个哦，建诉讼的这个道场啊，哦，我们再一次的掌声了啊！除了官科以外，宾客大概惊无？大家捌看飞盘吧？少年的可能感受较袂出来啦，啊、哦！但是破病，大家拢一定会。破病的人，我直接甲大家交代一句话：，因为当你咧破病时咧，意志力最薄弱，人讲病急乱投医啦。人若病啊，你破病，你袂好，啊，你袂爽快的时候，人若报东伊食东，报西伊食西，对不对？报钱走啊，食钱走啊，报啥啊，食啥个？尤其是素食的人，一看，哎呦，我就知哦，面啊青顺顺啦，菜面啦，啊，食个面含菜色拢同款啦，无营养啦。
头壳疼，迄食猪脑啦，脚爬楼梯爬袂起，食猪脚啦，规身骨拢变猪啊！到尾仔讲食遐好啦，讲就较歹听，一个人爱死一摆，对不对？一世人一个人拢死一摆，互你食猪脚咧啦，互你食猪心、猪肝啦，互你食猪脑啦，加活几年。给我还几年拢作业，我无骗你。所以修行人哦，不要因为病，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机会人破病哦，拢有机会哦。人因为破病的时候，迄阵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阵，来开斋破戒，枉费。我定定看到食三菜、食菜、食三十年以上的人开斋破戒，戒多，足可惜。伊可能就是无听到这节课，伊若听到这节课就唔敢，因为规身躯都拢变，唔是你家己啊，都拢变呀，所以未使开斋破戒，安尼大家听好无？咬紧牙关，阿无上这考验，真道真考古难矣，迄就是会敢考验，就是我们要跟上一层楼。人讲这摊若考会过，保证你食到百二岁，免牙乖啊，搁做工课。经济有艰苦无？经济折磨一个人的意志力哦，无是安怎来有介侪人烧炭自杀？石灰哪自杀呢？伊敢卖安尼？迄时已经苦到出汁，已经苦到无法度，有苦无得讲啊！人讲好雅人啊，住伫深山啊，有冤亲啊，有冤亲啊。善良人住伫街咯，无人问啦、啊。即句你们信啊？唔信？好雅人住伫深山哪来哦？伊逐日都客满。啊！这善良人住伫市啊，人讲善鬼，善鬼啦！啊，你来惊鬼未？大家嘛惊鬼，惊要割掉，惊要割掉，所以大家该惊唔敢话。所以这经济，这种一种考验，千万哦，咱修行人千万袂使自杀咯，无论你拄着啥物困难，拢不能自杀哦。唔是自杀，就当解决一切。比如讲，我艰苦，我死死的刷，死的刷，你看死的刷未？死绝对袂刷，叫轮回。你迄个自杀的痛苦，伊一直轮回哦，一直轮回哦，伫恶道里一直轮回。你安怎自杀的？比如讲，你吊暗啊，吊刀，刺开，佮吊一摆。醒起又吊一次，第一个恶道的轮回就是这样，所以千万不能自杀，无论遇到什么艰苦，遇到什么逆境，咬紧牙关，咬紧牙关啊！所以这不只说有情无情是根基，这都是一种考验，但是考验对一个修行的人，他是跟上一层楼，叫做逆增上缘、逆增上缘，无经过考验，无可能啊！美极经毒风生气，这美极就是啥？咱咧怪的逆权啦、易配啦，哦，迄种够价值。哎，这逆权易配，唔是伫迄个矿山恶传。伊就变逆权，伊就变易变呢。爱经过啥？切、磋、琢、磨，嘛是爱经过切、磋、琢、磨。含咱修行人同款啦。咱修行人是毋是爱经过种种的教育、种种的考验、种种的艰苦，然后才会当修成正果，敢毋是安？所以美逆经毒。要经过切磋琢磨，才会变作一人有价值的物件。
咱人有哪同款？我举一个例啦。上杯唔知要怎写，上杯，上杯大家知吼。啊，互相赞知。英国也无可无叫我带拢查克个，对不对？那我查克个。咱的佛像拢放伫个哦，从咱明日做书案，阿红供养，红拜拜好，阿红献香。啊，上杯咧，上杯咧放伫个下桌。啊，帝王人来请教哦，观音嘛，安怎安怎，万顺安怎啊？念到对嘴安尼念念念念，念到尾念好，念好，你都拔咧倒，唔是搁个蛋落去哩，搁个蛋落去，砰一下落来，伊咧怨叹。讲恁上好啦，恁坐伫啊享受啦，啊用供养万财样的咱啊上好啦，啊阮哦边边在查啦，啊得安用牵管牵结，你敢知影乌钱结花偌疼呢？佛祖甲讲啊，讲恁有疼哦，你敢知影我用吸的是偌疼？上杯是面上的刀刀变上杯啊，啊佛像爱经过几刀，你知唔知？切、搓、琢磨、擦目睭、擦鼻孔、擦耳孔，按对、剁、裂、切，按，我按那并不做的呢。各位，咱若要先做，咱以后要做，我做是不是有哪爱经过这段？啊，所以就先先爱经过这段。咱若拄到困难，你会退是无？他两个人讲尔。啊，村人怎么帮我处理呢？没想好，我改八步啊，怎么帮我处理？哦，每日监督风声器，我讲一手机真有意思啊！咱两国啊，含即马无同款，即马拢油漆内底装潢，对不对？烟鬼的做土水拢抹石灰，会记一辈，较老一辈，内底你若要白，你定爱抹石灰，石灰上白。烟鬼无像即卖油漆装潢无安尼啦，哦，拢抹石灰，迄砖啊条条也抹石灰。你敢知石灰安怎来？即个石灰就是安那，千锤百炼，千锤百炼出泥山。迄伊是石灰。唔是出来石灰呢，伊是矿山呢、矿石呢，去采矿，啊，是毋是要经过千锤百炼？佮爱过烧哦，炼火当中走一番，挖出来了，爱经过火来烧、火来炼，炼了爱佮磨做粉，粉身脆骨都不怕，一定烧好的时爱佮磨金做粉，金做粉，再搅阿摩陀再当磨。你看，只留清白在人间，这句话就是啥？都亲像咱修行人经过种种的考验了，道行天上，名留人间。你看，伊经过千锤百炼，炼火当中去烧，磨甲变粉，咱敢有遮艰苦？咱修行有这艰苦无？咱修行够唔容易这艰苦？啊，无应该咱来，大家拢会成就得到。只留清白在人间，对，道行天上，名留人间。哦，爱成就会安尼吼。坚心则能破天梯，人讲心坚则是佛，心坚则是佛哦。仙佛本是凡人作，只怕凡人心不坚。我最后来讲一句，咱禅宗的一代祖师叫做黄檗，以修行的艰辛来含在做参考。伊下面老母真老啊，相依为命，但是黄檗禅师。一少年的时候，他就很好佛学，对佛学很向往，所以总跪咧跟因老母讲，讲伊想要出家。啊，唔过因老母
两个母仔仔尔，相依为命。因老母依依不舍，一方面也想讲伊这个仔要完成伊的愿望，一方面是讲哎呀去，啊，剩我一个老人要安怎？经过一段时间，因老母总好，安尼你去修行。啊，你敢知伊是催紧教，或这个囡仔去修行的呢？啊，你敢知这个老人哦，日啊想，暝啊想，拢想这个囝。啊，几啊年后，煞老人哦，定哭，定流目屎，煞两眼失明，拢无拢一片青面。伊有一天哦，伊知影讲因囝迄个僧团要过伊地安尼哦，伫化缘。啊，伊听到是足欢喜，讲安尼，阮某仔囝有机会通见面啊。啊，因老母是讲，我这目睭也无看，啊，要安怎阮囝见面？伊在想一个办法，伊用个面汤水，一当面汤水。伊讲，阮囝的脚，伊的倒脚啦，有一粒痣。有另外一块，那是讲一般人参肉也好啦，鸡也好啦吼。那摸着，迄个就是因囝。伊总伫迄个僧团要过迄个行咧，总跪伫迄个跪咧，甲因拜托，讲恁每一个人哦，我老人我无多做啥物功德，我家只会当甲因洗脚。其实伊就是要找因囝。哎，谢到尾啊，剩一个，到尾啊，剩一个是讲阿伯，我最后一个啦，我最后一个啊，吼，啊，过无人啊，伊讲最后一个，咦，啊，我哪会无伊写着，哪会无伊脚望着我要爱迄个囡啊，伊咧敢问啊，伊总甲伊问，讲你剩最后一个。啊！恁内底僧团内底心有一个做啥物人？伊讲有，迄、那个鬼啊呢？你也想讲，因老母听着讲，迄、那个囝鬼啊，伊心情安怎？亲像万箭穿心啊！迄偌艰苦咯！伊讲你囡仔接不好，当时我是哦，抱着足大希望，互你去，迄个。修行，啊！你今仔已经有淡薄的成就，你煞无爱认我。你若看讲这個阿婆，这個、老人，迄、那个百感交集，总想袂开。伊讲你这囡仔接不牢，拄啊伫迄个溪边啊，迄、那个溪边，迄个所在拄啊一个溪边，扑一种跳落，跳落自杀呢。因老母黄破禅师，因老母自杀。黄破禅师底下目睭金金看因母啊，砰一样跳嘞！伊嘛要跳，伊毋是安无良心，伊是安怎他唔敢互因母啊洗脚？伊惊讲我这脚若剩咧，互阮老母洗吼，一定会认着我。迄、那个认着两个翁仔，咪翁仔某，两个某仔囝，会底下男咧哭，会这个依依不舍。那安尼哦，我的可能会断掉。我过去所牺牲这段，所以人你讲菜心看硬体，捌听过慢慢。菜心看硬体唔是歹话哦，就是讲食菜的人、修行的人，你若无亲像铁铮的心肠，你修袂成。黄破禅师的一个咧，伊唔敢问老母说，伊唔敢说，啊目睭金金看因老母跳咧，伊嘛要跳咧。但是迄最足断也袂使，大家拢啊冷掉的，讲牺牲一个袂使含你煞死。伊尾下才当跪咧，跪伫迄个河边，伫遐冬天入雪，一定要牺牲。那安尼的话，你也看，咱表面上甲看是毋是牺牲一个老母，实际上一代禅宗一代祖师。你也看伊会成就偌济人，不但救援之道也免讲啊，一道一柱成道，救援做先做前朝先，因老母绝对朝先，第一个朝先，剩诶一个救千千万万人，成就禅宗第一代祖师呢，成就你也看，所以讲
艰辛才能步天梯。你要上天堂，咱要做人上人，他们都要讲迄个人杰呢，哦。那你讲隔科破科通过，够你中状元嘛是人杰。咱今仔个金榜金榜题名是什么杰？是天杰，是上天荷兰，上天荷兰迄个时高啊！咱百年以后，底下哩按工点过时，你啊看迄阵，迄阵那正港啊，就哦，都亲像咱迄天仙状元迄个啥物名？嘿，苦做了啊！邱长春，你看红着天仙状元，迄搭做研究的。咱今日的修行，一世人安尼啊，艰辛苦境啊，伫这个团体大家互相拍拼，互相鼓励，嘛是希望讲将来后摆会当出人头地。这就是咱的方向，就是咱的理想，就是咱的目标。所以千万茫因为贪图啊，讲的一句话、一沾湿，或者是一时的起毛子，拢无人对不起咱，就是咱家己对不起家己，就是咱家己修养无够。你一定爱家己忏悔，我修养无够。所以佛家讲，迄就是消业，你爱当作消业，甲放下修德就是啊，修德你连理解了，大家皆大欢喜，哦啊。今日咱时间也差不多啊，我们一起来回向。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。谢谢。在。好，谢谢点恩慈悲。